我是主持熊花花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熊春生。祝大家春节快乐，欢迎大家来到第一届熊猫星盘冬奥杯颁奖典礼。首先我们颁发的是最佳速度奖，入围选手请看大屏幕。他们是高原小马达，像风一样自由的藏羚羊，站在鱼链顶端能有序吃光食物的水中猎手旗鱼，没鹰隼出名但飞得比鹰隼快的游隼，以及长着四条腿的猫中法拉利猎豹。下面我们看看最佳速度奖得主花落谁家。它是天赋型选手，是地球上飞行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。它骨骼匀巧，全身没有一丝丝多余的脂肪，不仅能荒野求生，也能适应城市高速生活。它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90公里，超过复兴号，完虐法拉利，在飞行中能承受自身重力的近18倍。它就是鸟中战斗机游隼。恭喜游隼获得最佳速度奖，希望他们再接再厉，明年第二届再夺佳绩。下面我们接着颁发第一届熊猫星团冬奥杯最佳耐力奖。地球拥有许多生存挑战，总有一些身影超越了自身极限。最佳耐力奖入围的选手有抗旱先锋海豹、美食爱好者大熊猫、潜水高手抹香鲸、河东勇健将北极熊。顶峰相见的他们，谁能夺得最佳耐力奖？请看大屏幕。海豹是鳍足类中分布最广的一类动物，从南极到北极，从海水到淡水湖泊，都有它的足迹。喜欢打击报复，脂肪越厚分贝越高。海豹体脂率高达50%，却又完全没有减肥压力。毕竟长在皮下的脂肪是冬季抗寒利器，由于它们体内血红蛋白含量很高，所以身体能够携带大量氧气。如果说熊猫号称煤气罐罐，那海豹就可以说是行走的氧气罐罐。恭喜最佳耐力奖获奖选手海豹。入选的选手也不用气馁，勇气是巨浪奔腾的动力，是智慧与力量的化身，有勇气参赛就已经成功了一半。接下来我们颁发的就是本年度无所畏惧奖项。今年入围这项奖的选手有哪些呢？请看卫视啊。勇者不在年高，也不在长得漂亮，勇者有挑战极限的勇气，是不畏强大的逆行者。他们是极地向日葵、雪橇、非洲一哥蜜獾、铁头名将北极狐、万物皆可吞鹈鹕。下面有请获奖选手出场。信念坚如磐石，勇气永无止境，平头白发银披风，这是对他外表的描述。生死看淡，不服来战，这是对他行为的诠释。小小的身躯肩负多种技能，锲而不舍是他的代名词，无所畏惧是他的座右铭。上敢与狮子豪猪争天下，下能抗毒蛇掏蜂窝，生命有价，勇气无价。恭喜无所畏惧奖获奖选手蜜獾。再次恭喜我们的获奖选手蜜獾，你们的勇气不仅保护了自己，也给我们带来了鼓励。接下来我们颁发最佳团队奖。最佳团队奖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。入围的团队有最美灵长部落金丝猴，他们的参赛宣言是优雅永不过时。穷游爱好者亚洲象，他们的参赛宣言是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让道。一种北极没有的鹅企鹅，他们的参赛宣言是讨厌冰淇淋。他们是亚洲现存的最大陆生动物，像新奇泰山蚁，在竞争激烈的动物界，他们独步天下，一路遥遥领先，稳步登上了团结协作的最高舞台。从西双版纳一路向北，几乎跨越了半个云南省，他们扶老携幼砥砺前行，他们就是亚洲象。下面我们颁发重在参与奖。正所谓
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剩下的90分重在参与，请看微西二。重在参与奖，秉持着我参与我骄傲我卫星团充气校的原则，成功入围冬奥杯气氛组。入围的选手有鸟众哈士奇、鲸头冠，他的参赛宣言是生命在于静止。猫中鳌拜兔孙，他的参赛宣言是不当孙子想当爷爷，叫我闪电树懒，他的参赛宣言是不要和我比懒，我懒得和你比。高原面瘫藏狐，他的参赛宣言是狐主任很高。获奖选手是藏狐，厌世脸，丧眼神，仿佛早已看破红尘，小短腿，国字头，网红中的泥石流。他凭一己之力打破大众对狐狸家族都是高颜值的刻板印象，高冷地向全世界宣告，我是肥宅我骄傲。在这个靠颜值博眼球的狐界，他偏偏靠实力浮云直上，秉持着反正高原别人看不到我就随便长长的心态，成为行走的表情包，让我们恭喜他。萝卜青菜各有所谓，面瘫不是你说了算。恭喜重在参与奖得主藏狐。时间过得真快，接下来我们将颁发第一届熊猫星团冬奥杯最后一个奖项——最佳人气奖。入围的选手有尾巴有九环的小熊猫，穿着厚重雪地鞋的雪鸮，不轻易出门见客的高山隐士雪豹，以及熊猫频道的生存依靠大熊猫。是谁的粉丝叩响了他们获奖的胜利之门？有请获奖选手出场。他们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之一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但他们中间也有一些特别的个体。墨水不够，没有黑丝，没有墨镜，像极了北极某个家族的远方亲戚，大家对他们的生存很有信心，唯独担心他们找不到对象。他们是国之瑰宝大熊猫。各位网友们，第一届熊猫星团冬奥杯颁奖典礼到此结束了，感谢熊猫频道小编精心呈现，感谢央视网给了这个平台，让我们一起期待第二届熊猫星团杯，期待有更多的选手加入我们的大赛。再次祝大家春节快乐，身体健康，拜拜。